听听，大家好呀，你们可爱的小编又上线了。今天呢，小编想给大家讲一讲娱乐圈里的高材生。大家都知道，娱乐圈的很多明星都不是科班出身，但是那又怎么样呢？照样优秀的不得了呀。第一位，李健。李健大家应该比较熟悉，行走的段子手哦，人长得帅又有实力，直接被保送清华的大学的电子工程系，怪不得唱等你下课时要改歌词呢。我们优秀而耿直的李健大大当然说不出来，高中三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这么违心的话了。主要问题是李健的太太也是学霸，而且恩恩爱爱，甜甜腻腻的不行了。果然优秀的人都是一对。第二位，彭于晏。你就告诉我彭于晏帅不帅，我的天，多少小姑娘想嫁给他多。近年来彭于晏简直风大的不要不要，人长得帅，身材又好，关键人家还毕业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排名前50的大学，岂是想进就能进的吗？长得帅，身材好，再加上高学历，果然男神就是男生哦。第三位，莫文蔚。我们 Karen 的嗓音没得说哦，一双美腿更是让众多女生羡慕不已。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我们 Karen 曾经被评为香港最杰出学生？你就说厉不厉害？大学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 A 学院，就问你怕不怕？好喜欢好喜欢我女神，我女神果真完美。第四位，潘玮柏。潘帅近年来也是因为几档节目火得不行哦，而且大家在看节目的过程中也应该能或多或少的感觉到潘帅的英语水平也是溜了不行呢。这当然跟人家的成长环境脱不开关系的，出生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毕业于加州州立理工大学，社会我潘帅厉害哦。第五位，王力宏。王力宏是小编中学时期的超级偶像呀，人又温暖，长得又帅，主要是学历也是无可挑剔，世界顶级的文理学院威廉姆斯学院就是王力宏的毕业学校了。而且当年王力宏参加美国 SAT 考试满分，除此学校外还同时被耶鲁与普林斯顿录取，而且王力宏获得了威廉姆斯学院荣誉博士学位和伯克利音乐学院的荣誉博士学位。现在第三个宝贝也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人生大赢家好吗？第六位，林志玲。志玲姐姐不知道是多少男生心中的完美女神，富带貌美大长腿，台湾第一名媛可不是浪得虚名，人家可不是个徒有虚表的花瓶哦。志玲姐姐从小家庭环境就很好，家里很注重对她的培养，她毕业于多伦多大学，也是世界一流的学府。第七位，武艺。这个在快男中很乖巧腼腆的男生，最近在我家那小子中也是圈粉无数，呆呆的自带萌点，大家都知道我亦是星二代，但是人家也是多伦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呢，优秀优秀。第八位，林依晨。小编超爱林依晨的好吗？一开始小编只是觉得林依晨长得很讨巧，乖乖的可爱又耐看，